但是朱其超做得不错，他还一直坚持着，为他鼓个掌声啊。胡娟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开启告白之门了，来，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，如果胡娟今天没有来到现场，接下来你会怎么做？我会继续走，一直找到她为止。那孩子怎么办？孩子暂时先由我妈妈带。如果妻子今天来了，却执意要跟你离婚，你离吗？我不离。如果她今天来的话，就让我们没吃的没喝的，我也不会让她再离开我，死我都不会让她再从我身边走。我最后还要问你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，如果胡娟在离开你的这段日子里，她又选择了离开这个人世，她真的不在了，你如何继续？如果她真